佢都唔可以出街買飯咯。 阿妹又唔食學校嗰啲，佢話學校啲飯唔好食咯。咁硬性色，嗰啲咩？學校飯。唔夠粟㗎。唔夠餸。唔係有啲飯咧，好少㗎，學校啲飯。
我妈。哦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对对对，嗯，那张老师你考作为，我已经感觉味道了，我去感觉味道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哪边啊？那这是咪九十二 P T A 二附近嗰度？加二 P T A 二附近嗰间，我谂冇嗰个。包坑頭都六包，跟住佢屋企側邊有兩包啊嘛，八包，係啊，一零有兩包，跟住下低一立就六包。我问你家阿姐系咪喺呢个九六 P 字一一零隔篱啊？榕树公园咧，隔篱咧咪有一个楼梯，即系阿伯
係啦，嗰度嗰唔知嗰嗰次嗰度嚟㗎，因為嗰度95啊，95.9，跟住嗰唔該45嗰度94，因為啲嗰度附近啦，96D至101再前少少嗰度有條樓梯，有幾個鼠位㗎，係啦，因為嗰度影響啊。做咩成咩合作？拜拜。等等。啊，你拿出来没？我这个请你了，那么你又又停小雪，这个能停了，你停小雪。唔好睇呢个。还丢咩个的？没。唔係啊！我唔記得咗啊！之前邊度人嘅頭髮咧？我邊度人嘅頭髮都可以㗎。佢呢度咧，係咁樣㗎，即係佢呢度剪唔曬嘅。哦。就咁樣嘅呢度咧，咁樣斜去嘅。哦。即係咁樣斜落去。你啲短啲係咪啊？係呢度咁樣咯，即係唔好太短，亦都唔好太長，短啲咯。即係側邊呢度咧就唔好抌曬落嚟，就短少少咁樣斜入去。哦。好睇㗎嘛？啊！試下，試下，冇得咁點算啦？冇得咁冇噶咯，一世咯。望下佢，姐姐整緊暗口，睇暗口，睇我要發型點？我見到兩個好得意㗎，嗰個紅色嗰啲啊，係咪好新嗰啲？好新啱啫，呢個咧咁樣咧就斜落去。如果係沙輪嗰啲剪頭髮，第幾剪嚟嘅？五十八。剪頭髮。麗欣。60蚊到個錢。聽。平時姐姐嗰啲喺側邊咁樣啊？你話中間啊？唔中間側邊。側邊，我只妹妹嗰條係咯。我想中間咯。誒，我中間側邊。